你就是杜志远？是的。你知道你的罪行有多大吗？我不知道。你很不老实，你以为交代点皮毛就可以蒙混过关吗？不是皮毛，我的确什么都说了呀。重大的问题，为什么隐瞒？ 什么重大问题？我问你呢？我真的不知道。非常狡猾。那好，我给你提个醒。什么？转移资产，侵吞公款，就那么一点儿，距离我们掌握的数字差远了。你这骗小孩子呢你？啊？ 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你背后有程子路，他也是阶下囚了，啊，他早就把你抛出来了，你还护着他。就凭你的罪行，可以处以极刑。我们就是要你自己说出来，戴罪立功。哼，你好好想想，倘若还是不老实。 今天晚上我就可以把你拉出去枪毙，明天让你老婆收尸吧！不用不用，我什么都说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只要被杀我，我什么都说呀！喂，啊，请等一下，市长您的电话。嗯。喂。他招了。嗯，松口了。 真是太好了，嗯，看来让你出马太对了，李科长啊，我要为你请功啊！市长，您过奖了。哈，这帮子贱骨头，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对于我来说，不过是小菜一碟，还有没有大家伙让我来敲打敲打？哎，李科长，不要太心急嘛，秘密武器怎么可以老用呢？啊，哈哈哈，对了，这件事情就你知我知。 不要让彻查组其他人知道，啊！好的，要让他尽快的写供词。好，嗯，好，再见。哎，青儿，哎呦，青儿不好了，哎呦，出事儿了，哎呦，快下来，哎呦，舅舅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什么事儿啊，舅公？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你看看就知道了。 这事情太突然了，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是吧？哎，对了，这上面还登着那个方国维担任此次事件的副组长。他怎么会参与这种事情呢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他说要去办一件案子，可能会涉及到子华的。这就对了，这才是方国维所为啊。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这方国维年轻有为，不是等闲之辈啊。不会的，他不是这种人。嗨，你可别忘了啊，他和程子华是多年的情敌。青儿，听舅舅一句话，趁着现在这事情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之前呐，跟程家一刀两断。舅舅，你胡说什么？真是。哎。 我是哩，你这丫头都说什么话呀？这叫二弟，你怎么就改不了这个毛病了？怪不得晴儿瞧不起你，你就像个墙头草，来回摇摆。嗯，叫晴儿以后怎么听你话？我怎么了？我还不是全为了她好啊？嗯，好，你们不信是不是啊？等着，看程家的好戏吧。啊，嘿，舅舅，你怎么可以落井下石呢？哎。 我落井下石，哎，鬼才知道谁落井下石呢！哼，
没有过不去的山，也没有趟不过的河。可是妈，这次不同以往了，大哥这棵大树倒了，连顶梁柱都塌了，人家愿意怎么欺负怎么欺负，我们哪有回天之力啊？天塌下来我顶着，我倒要看看他们究竟想干什么。元贞呢？他怎么到现在都不来？哦，妈，现在大哥被软禁了，家里又有那么多的事情要打理，所以他就没有来。哦，太太，太太，不好了，叶和香出事了。啊！他听到大少爷出事的消息，一着急就进了医院，好像动了胎气。不过大少奶奶已经陪他去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雪芬、艾春，你们两个抽空去看看。哎，小丽，这段时间你住在学校吧，没事情别回来了，给你妈打个电话，好让她放心。是，姨妈。来了。啊。大哥，听说了？嗯，坐吧。对了，你的报社怎么样？广告费给你打过去了吗？上个月的已经打过来了，这个月的还没到，会计查过了。大哥，他们对你还好吗？表面上还客气，不过已经是阶下囚了。大哥，我想问一句，您能如实告诉我吗？问吧。大哥，华海的问题真像传闻中说的那么严重吗？你也是搞报纸的，应该知道墙倒众人推的道理。自从父亲生病以后，花海由我接管，我一直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把一个不到百万的小公司发展到现在的规模，你说我容易吗？我就是担心得罪什么新贵要员、溯源仇人，这种人往往一个电话就能把你踢下地狱。可就是有些人见不得你发达，抓小问题做大文章，非说你有严重的问题要清查你，你能怎么躲？可是大哥，他们说你们涉嫌贪污吃回扣，还查出杜致远的私账。这种小不言的事情哪家公司都有，可是一旦夸大其词，这罪过就大得吓人。其实杜致远的私账是个漏洞，连我都不知道。我想上面不过记载了一些他吃回扣的账目，没什么大不了，只怕有人要你滚蛋，那是什么罪名都可以捏造出来的。大哥，你认为这才是彻查组的目的吗？彻查组那不过是做给别人看的，改朝换代，大浪淘沙，历代都是如此，总得找个牺牲品吧。这下轮到咱们了。大哥，方国维为人正直，不过潘从周的话我就摸不着头绪了。
他和许红军是朋友，现在又在和许曼丽套近乎，你觉得他会放过我吗？方国维不过是个副手，决定不了大局。子华，虽然你是搞报纸的，无党无派，可是你不要忘了，你毕竟是程家的人。我担心他们连你也不会放过，自己小心点吧。知道了，大哥。你回来了，怎么样了？到底怎么样了？我都快急死了。把账目全都封了，让大小头目全部主动交代问题。那个方国维就住在公司，盯着他们交代。方国维不就是雪芬以前的那个老同学吗？当初还带人上街请过愿呢，你忘了？就是他，一点情面都不讲，真够狠。哎，你的股票怎么样了？别提了，全都抛了，还赔了5万多。啊，早知道都买森龙的了，他们的都涨了。他妈的许红军，他可真会趁火打劫呀！那你打算怎么办呀？看大哥的，如果他都顶不住，那我们就全都完了。主编，刚才华海公司财务科打电话说他们的账已经冻结了，我们的广告费打不过来了，怎么办？印刷厂需要钱呢，还有我们大家的薪水拿什么付啊？别急，先想办法拆对联，一定给印刷厂送去一部分，剩下的我来解决，报纸不能停。好的好的，啊，那我走了。喂，华海公司吗？我找财务科的张科长，不在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三姐，三姐，怎么了？急匆匆的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不好了，华海的账目被封了，广告费打不过来，印刷厂费用和工资发不下来，可是报纸又不能停啊。哎，子华，你别着急，印刷厂的吴老板是我们的好朋友，他绝不会趁人之危的。我一会儿就跟他说一下，让他一定帮忙。好，对，能不能再帮我找几家广告商？我还想请新公报的周主编帮帮忙。对，天无绝人之路，不管怎么样，京华日报也不能停啊。真是让大哥说准了，我还以为不会牵连到我呢，没想到这么快就下手了。好啊，这下你又可以写一本好小说了。嗯，是啊，是个好题材，我一定写，就叫沉浮记。哎，三姐，咱们可以回家陪陪妈妈了。那好吧，那我们现在就走。走吧。好好，走吧，快点。阿忠，照顾一下书店。好的。嘿哈嘿哈嘿嘿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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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祖宗，你看看你弄的这浑身的泥哟。哎，来来来，我看看，上哪玩去了你这是？啊，我去练功了。哎呦真是。哎，我妈妈呢？出事儿了。嗯，出事儿了。哎哎哎哎，回来。哎，是你爸爸家出事儿了？我爸爸家出事儿了。对啊。那他来了吗？他怕这一段时间都不会来了。为什么呀？你爸爸的哥哥被抓起来了。哎，抓他的就是方叔叔。方叔叔？嗯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不信你去问舅公啊。哎哎，舅公。哎哎，组长。嗯，这份材料是杜志远写的。杜志远？哼，这个杜志远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刚给他一点颜色
立刻就交代了一个大问题。大问题？什么大问题？侵吞挪用公款，偷税漏税，还转移账目，大概有500多万，金额很大。这么多问题，哎，是怎么查出来的？这是潘市长亲自带人审的，审了他好几天。这么一来他就扛不住了。哟，这潘副市长可真有办法。不过光于恐吓是不行的，还需要证据。这个证据嘛也有些，不过他们好多都没写在账上。杜志远算是有心眼的，可是有的东西也不全。避重就轻啊。方副局长，程子路和程子由他们来了，让他们进来吧。好，让他们进来。请进。程会长，你们提供的材料我都看到了，不过我个人认为华海公司议案并不像你们所说的那么简单。我这里呢收到了很多举报信，还包括你们内部人员提供的重要材料，和你们所写的有很大的出入。你能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吗？各位，方局长，我所写的句句属实，不会有半点虚假。那个杜志远说的话可不是把牢的，你们也不能全信他的呀。可他不是你们的亲信吗？可是我最近发现他这个人人品有问题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们不会以一方面的口供做威胁，最重要的就是证据。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你们一句，希望你们能够好好想想再做补充说明，要不然的话再出什么问题就不会像今天这么简单了。方国伟，你可别公报私仇，请不要把你和子华之间的感情纠葛放到案子里。坐下。慢。我是个政府官员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代表政府，与华海一案无关的事情我是不会回答的。子由，冷静点。方副局长，我二弟刚才说的话希望你不要介意，不过这次华海的事情我实在是冤枉的，我希望你能够依法秉公处理。我会的。那我先谢谢你。好好想想吧。哎，大嫂。雪梅，你也过来检查啊。大嫂您这是？叶和香在里面检查。雪梅最近怎么样？听说去南京度了一趟蜜月。还行吧。大哥怎么样了？现在还可以回家，但是查得很紧。大嫂你放心吧，我认为大哥肯定没事的。我也相信他。太太。大夫请您呢。那我先进去了。大嫂我先走了。您的胎儿发育良好，不要害怕。再说适当的也要做些运动，免得胎位不正。是男孩还是女孩？还不知道啊，对不起。江若天。结婚了，
学好了，连老朋友都不理了。哟，是个大丈夫样了啊！怎么样，挺幸福吧？有什么话快点说，我待会儿还要回家。我知道你有家，你不就是娶了那个程雪梅吗？不就是那个华海公司董事长的妹妹吗？江若天，哼，你不知道，他们家马上就要遭受灭顶之灾了。你少胡说！说你是个不学无术的人，你还不服气？哼，你没看报纸啊？你老婆也没对你说吗？哦，对，她当然不会对你说，她是怕你跑了呀。这些我都知道，哪家大公司不查账，你少吓唬我。吓唬你？你看看报纸吧。嗯，那个程子路已经被软禁了，懂不懂？下一步就是进监狱抄家。当初我要你不要急着结婚，你就是不听。我可不像你忘恩负义，总还是想着你。我最近要拍部新片子，男主角还是由你来。不，我回来了。若天，你吃饭了吗？啊，吃过了。今天是陈导请客吃饭。哎，他还让我上一部新片子呢。哎，真的，恭喜你了。若天，我今天做了好多排骨呢，你最爱吃的，正好留着明天再吃了。我今天等你等了一天，到现在饭还没有吃呢，你也不知道打个电话回来。嗨，那你就先吃嘛，我给你加点来。以后啊，到了钟点就要吃饭，不用等我了，我上去洗个澡。江若天，怎么了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是不是又和沙飞胡混在一起了？啊？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昨天我碰到他，就跟他一块吃了顿饭。嗨，他是女主角。他就喜欢跟男人腻歪在一块儿，推又推不开。这个在电影圈里什么大不了？你在骗我，我不信。你不信我，我还不信你啊。为什么？程江做的坏事你自己看。啊，你大哥入狱了你还瞒着我？不可能，大哥是好人，他是被冤枉的。呸，他是冤枉的？彻查组是政府派来的，他们会冤枉好人？站住，你不要把我们家的事情和这件事搞在一起。我肚子里已经有了你的孩子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你听见了没有？好了好了，别吵了别吵了，这样对肚子里的孩子不好。江若天，你站住。
别哭了，一切都过去了，先好好的养身体，回头我去找他。不用再找了，其实我庆幸这个孩子掉了，这是一种解脱。三姐，先暂时不要告诉妈，最近家里发生了太多的事，我这又给你们添乱。我希望你吃一堑长一智，自己也能越来越成熟起来。子华，记上余家姑娘第一章往收起，不知这样写是否可以。此外见报上清查华海公司一事，甚为担忧，望你多加小心，谨慎从事为好。小刚一切都好，晚晴。晚晴，你的余家姑娘第一章收到了，我很喜欢，我已经决定在《海上秋歌》下部登完以后就开始连载，你要抓紧时间写下去，每天都需要一两千字，大约半年左右登完，中间不能停顿，这也是件辛苦的事。这边的彻查很紧张，大哥和二哥已经不让回家了，住在公司里，也不让家人去探望，大嫂和二嫂焦急万分，我时常要过去安抚他们。报社工作幸亏有雪芬、克明支持，还在坚持出版，但我太忙，就不能时常来看望小刚了，实在是很想念他。太太，吃饭了，过来。哎呀，舅公，小刚，吃饭了，来来来，吃饭吃饭吃饭，来起来。事情怎么会搞成这样？那方国维不是彻查组的吗？就不能手下留点情？嗨，你叫他怎么手下留情啊？这又不是他所能决定得了的，这是上面的意思，他一个下级啊，只能服从。再说了，他们程家那几个少爷啊，指不定干什么了呢。嘿，要是真清白的话，人家是不会去查的。子华又没有开公司，他会做什么？那可说不准啊，他们是亲兄弟，干了坏事能对外人讲吗？我早就说过，这个人呐，不可靠的。妈妈，爸爸的信中提到我了吗？他提到你了，说他很想你。我也想他，妈妈，我想去找他。不行。等放了假再说。帮我拿过来。哎，舅公跟你说话呢。我才不管呢。哎，这孩子。小刚，妈妈，怎么了？妈妈，你说爸爸是坏人吗？不是，当然不是了。妈妈，我想爸爸了。我知道，他也想你呀。爸爸最近工作忙，事情太多了。等过两天，妈妈带你去见他。啊，真的？真的。妈妈也想去。怎么了？
要不还是你去吧。慧茹，你是个勇敢的女子，为什么总在这件事上怯懦呢？来，拿出你当校长的架势来，走进去，大不了再被他轰出来，那我们再去，让他再轰。嗯嗯。锤呀、啊！妈，伯母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哎，妈，我们来看你啊。其实早就该来了，然后怕您生气就没敢来。哎，妈，慧茹给您炖了一锅乌鸡甲鱼汤啊，给您补身子、哦。对。哎，赶紧拿去热热。好，我说要了吗？哎呀，妈，您必须要。慧茹为了杀甲鱼啊，把手都弄破了呢。傻呀。这甲鱼啊，就得用筷子逗它，等它伸长了脖子咬住筷子，咔嚓，脑袋不就掉了吗？听见没有？这学问大着呢，学着点啊。哦，好。妈，你知道错了还不行吗？你就别生气了，妈。都怨我。哎呀妈，你要不你打我两下得了，你打我两下，打我两下。气人。你还听不听话了？听话。妈，你别生气了啊。嘿嘿。太太，这是冯小姐做的菜，味道挺好的，您尝尝吧。伯母，甲鱼汤。我不吃。妈，您好歹吃一点吧，看慧茹的手艺。我母亲最会做菜了，她是广东人，所以我会做潮州菜。潮州菜可是有讲究的，鲜嫩不腻，好吃。对，所以我没有多放油，还放了些草菇和木耳，这些对老年人软化血管是有好处的。妈，吃一口。怎么样？嗯，还可以。啊，是不是？那我也尝尝。嗯嗯，不错不错不错。不过味道还不够鲜，这炒素啊，最忌讳有土腥味儿，里面要喷点黄酒，再加点虾油，你没放吧？哦，没有。听见了，学着点啊。嗯。妈，你接着吃。哎，妈，你尝尝这个。我说过了，不饿。妈，我累了，上楼歇歇去。你们自己吃吧。妈，喂，哦，是，好，请等一下，方副局长。嗯，森龙公司的许红军先生的秘书来电话说，请你明天下午去高尔夫球场见一见，你去吗？许红军，告诉他我去。嗯，好。喂，好的，知道了，再见。好，打得好。想不到王国威先生年轻有为，一表人才，球还打得这么好啊。还让许兄多多指教。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啊，还不会打高尔夫球，后来是陈老会长教会我的。是吗？他不仅教我打球，还教我如何经商。哎，他已故去一年多了，时间过得真快啊。下面再看你们这一代人了啊。其实我们还不够成熟，还需要教一些忘年之言。方先生已经和商界打上交道了，不知道你对上海商界有何高见啊？您肯定又给我出难题了吧？其实我对上海商界真的是一无所知，我只是个小卒而已，还要听听您的高见。方先生果然是谦逊含蓄，
好，好。车见证怎么样？还是你。哼，你不能总是这样啊。华海公司的问题是越来越清楚了，你这种态度拒不交代，那是对抗法律，会罪上加罪的。我不知道你们从哪儿找的证据，说我侵吞公司资金，偷漏税达几百万之多。华海公司一共多少资产，都归我程子路吗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你们一定要这样判罪，我也没办法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在污蔑你了？嗯，哼，看来你是想自食其果了。哼。老四，你跟艾婉晴现在怎么样了？还是那样。他不愿意？暂时还不愿意。什么叫暂时啊？我说了我会等他，可他还没答应，也没不答应，所以是暂时。哎，妈，您不知道，现在子华和小刚处得可好了，是吗？是啊，我跟小刚处得可好了。他真是又聪明伶俐又可爱，妈，我去接他过来见你。好啊，我日想夜想就想见这个孙子，我们成家可不能没有后啊。不过妈，您真要他在这边上幼稚园呢？是啊，可是你大哥出事了，我也没有心情来管他，这个事情暂时先放一放，不过早晚要解决的。那个方国维还在追求艾婉晴吗？是啊，不过婉晴也没有答应他。对了，妈，他就是彻查组的副组长。是吗？他负责彻查？不过这个人倒并不是官迷，他到现在还给我写稿子呢。哎呀，我真搞不懂，是情敌这还能成为朋友？哎，妈，您这就不懂了，这叫新潮时髦。是啊，两个人争一个，争不上就认输啊，不必非死一个嘛，那太狭隘了。哎，但愿啊，他不要把你大哥整得太狠了。哎，我能去见你大哥吗？恐怕不行啊，管得很严。为什么？这犯人都能探监，妈妈不能见儿子？不行，我得去找方国维。妈，我去打听打听再说。是啊，妈。站住！找谁？我找方国维副组长。我们没有接到命令，任何人不得进去。对不起啊，我是他的朋友，有件事想要见他。不行。程先生。李小姐。你好。国维在吗？哦，他出去开会了。你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。我母亲想要见我大哥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啊？这我做不了主。要不这样，等潘副市长和方副局长回来了，我问一问再转告你好吗？好的。心感伤有。